咁想問一下，其實一句好簡單話有定冇咁樣，即係再一次俾你回應呢件事，有冇私生子？我係回應過，就係我喺感情上嘅缺失咧，係令到我終身遺憾。啊，我得到太太嘅原諒同埋家人嘅支持咧，啊，我係非常之感激佢哋嘅。今次參選咧，我得到家庭嘅支持，亦都令我可以全心全力去參選呢個行政長官。但係我自己經過呢次教訓之後咧，一定係成為我終身嘅一個訓戒。我亦都會對自己係更加嚴謹，對別人咧係更加包容嘅。都會傷害咗市民嘅喎，即係若果真即係你冇正面回應。我覺得依一樣嘢咧，我係交代咗。我一個原則咧，都係話咧，我係唔想牽涉一啲無辜嘅第三者，因為我唔想令到佢哋再進一步受傷害。咁所以咧我係唔會再進一步回應嘅。如果依個原則係影響我嘅選情咧，我仍然係會堅持嘅。